来到 Andrew 的中文频道。As you can see，我们这里有一个，这是我电脑桌面啊，对，大鼠标里面夹着小鼠标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叫做 Dreaders 的游戏。那么这里我们是在一个电脑里边玩电脑，而这里我的电脑界面上有一个叫做妹子的 document，也就是一个文件夹，取的是走迷宫。那就让我们来看这迷宫隐藏的什么秘密吧。总结来说就是说，有对闪光比较敏感的观众最好不要玩。这个就不重要了，我们直接 allow 吧。对，现在哇，这游戏做的效果好烂呐！哎，我的小鼠标不见了，我真的妹，the greatest treasure wait，还有宝藏，好啊！这是入口，我们就是这么走迷宫吗？哇塞，这是多少年前的游戏啊！所以这个是我电脑屏幕，哇，它外面就变小鼠标了，看到我的手我的手还在动，look at my hand。外面这里是晚上吗？Dreaders 的话呢，就是恐怖游戏了。恐怖游戏还绝对有点恐怖的因素，总不可能就是走个迷宫吧？来，我们10分钟走完所有的迷宫。再下来，我总觉得待会这窗子要冒出来个什么。继续走，继续走，继续。我没有碰墙了。对，Never mind，我们继续。Descend. Are you alone? 我是一个人。他们这个游戏还问问题啊。准确来说，现在的我确实是一个人，在现实世界。来吧。要我摁 no 喽？算了，我还是摁 yes 吧。实话实说，我不骗人。一个人，那么想对我做什么呢？以我的搏击技术，你会被我活活打死，小子。我们来吧。不好意思，喷死了。我说，总觉得这个迷宫会不会变形呢？喂，只有我吗？还是窗子外面有一个东西？大家仔细看窗子那边，窗子那边说伸出来个东西，那外星人的手吗？原来是外星人啊！我警告你，你的手不要在我创上留下痕迹了，否则把你打死。来，我们再来，看我 AK47 突突突，你这个迷宫根本就不在话下。好家伙，还让我绕一圈。那边是电路暖炉。来，不怕不怕，勇敢牛牛不怕困难，There's nothing behind you。就算有东西在我身后，我也可以一锤将他揍死。行吧，我们去看一下要不要 turn around。算了，我虽然还是有点后怕，算了，还是去往后面看一下。非要我走 descend 的吗？我才不要呢！老子除了上帝的话，谁都不听。会不会有什么 jump scare？really？刚一串字写了什么？好吧，没看出来。那边有个人头，如果不是画像的话，那么应该刚刚是有一个人在我这儿。我急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不说话了，画了，我们来看如何过关哦。不急不急。OK，我们来吧。勇敢牛牛不怕困难，冲冲冲！Descent unlock。这什么游戏？真正的迷宫，我会知道钥匙在哪儿吗？我今天这手指不听使唤了，来吧，我们再来。再来，年纪。Turn around，不是吧？又要重新开始啊？来，我们不急，这个东西容易。
那就得 short turn around 的呀，来来来，没有人，好了，我就不需要去终点了喽，好啊好啊，给你这个，来来来，see us，为什么要看见呢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来，我们来，哎，中间这个是什么？大魔王的皇宫吗？在山腰的洞窟？这我猜，不对。